彩，我单排不好打。有些中野双排的，或者上野双排的，中上双排的。谢谢张嘉文的好兄弟送的血瓶，感谢兄弟支持，谢谢，感谢。前期一两级打龙王不好打，三级后就好打了。我感觉右波拼不过他。哦，走，会的会的，我都说三级再打了。确实说三级再打，确实说三级再打。后面打野可能会来找我。最好三级再拼了，先做视野，先做视野。我知道我很强，但是我想把文点，我不想被抓死了。我知道我很强，但是我想打稳一点点。你他妈穿！马上单杀他好了，马上单杀对野仔。五五级的，坏了。还彩头啦，这波我真是自己打得过，他没有了。怎么感觉大家要来了？因为我建议是推完这波先走，我不要赖猪，不然死了。度数推先走，我觉得大家要来找我，抓到这边死我就觉得。我打是打得过，但是有打野抓的这种钻进局，我不想给机会啊，打稳一点。不是打不过的，只是求稳。觉得走运吗？雨神是你爷爷吗？为什么每天我在直播间老是看有爷爷一直雨神的？我就问你，雨神是你的爷爷还是是你的爹？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一直在我直播间刷雨神，这么没有礼貌。你在玩什么呢？如果别人这样的，如果是换作是你的话，别人一直刷你开心吗？我在问你，如果你换作是你在那里玩，别人这样的刷你会开心吗？我不懂为什么他一直刷雨神呢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把头埋低，确实有关系，有个卵的关系。这龙王他妈出来这么快啊！马上单杀看好了，我说马上单杀，我就马上单杀了，不要急啊！马上单杀。我说了等级高随便踩图，看到没有？一个小手罢了。我说到等级高，随便踩头就随便踩头，应该空线了，赶紧回去了。他妈是人啊，这野仔，这是人吗，兄弟？丢两发技能就回场了。好，小手啊！不是酿力，不是酿力啊，卵又没有，不是酿力的小丑。如果是那个谁的卵，他就死了。试试我吧。我不懂为什么，如果是那个另外一个男枪叫什么雨神，看完他就被反杀，但是文哥单杀。那个刷对面是塞比兄弟，对面五个专一是不是？我叫你是不是那刷白军的野仔？对面是不是五个专？断一的，为什么承认别人强有这么难呢？那他妈的单排打，你承认我强有这么难吗？对面五个专一啊，
我真的不能理解，我也不想理解，他妈承认别人强有这么难是吧？五个钻一的钻一局啊！这也打急了是吧？呜、哦！快了快了！呜、哦，我说呜哦！我起来，我先放手吧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他妈急了，他妈看到我想帮他，那出钱了，我操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确实看到他有点急，有点急，说着说，确实急，他妈的，我感觉有点装逼啊，这野仔，我刚才跟他我说他小丑他妈一出来就抓我，我急了，我急了，我刚才确实他妈的跟他抓了这一波，我一出来他妈他要抓我，我有点急，我想杀再杀一次的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想再杀他一次啊，确实急，但是没有用知道吧？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？有用吗？我让人杀那龙王，还是打不赢我。确实，你还是他妈打不赢我，没有卵用。有什么用？我真的有什么用？他还能杀我吗？一样杀不了我，有什么用啊？你他妈装！感觉还要来，为什么每一把打野都不靠过来？他妈的，每一把打野都不靠过来帮我是吗？想到好主意了吗？每把都是他妈打野不帮我一次。打把这样子啊，闹你吗？从现在起你不要失误，再失误他妈你就不是国服地男枪了，你现在是大家心目中的国服地男枪，世界地男枪，你再这样子失误你就不是大家心目中的男枪了，地男枪了，不穿帮了有什么用，一样被踩头啊，帮了一样被踩头的尿，一样没用，回春回春扣逼回春了、啊，偷剑门上的烂逼，有没有兄弟想参加文哥的粉丝见面会？有没有？别送我吗？送谁都行，别送我，送谁都行，不要送我吗？想搞一个南宁的粉丝见面会啊？有兄弟想来参加吗？有没有女粉丝来参加？兄弟分开，和女粉丝分开，女粉丝单独一起来，兄弟一起来，搞个粉丝见面会。男女分开来啊，一天是所有女粉丝来，一天是所有兄弟来。那个说见你是打你是的，今天我出门，下午出门就有人认识我，喊我加文哥，加文哥的喊，很亲切的喊，对我很客气，我也不懂为什么。今天下午真的出门有人喊加文哥，加文哥，路上认出我来，喊我加文哥。今天下午的时候。在网上面骂我的，现实看到我也是对我很尊重的，我也不懂为什么像个小丑，在网上骂我的恶心人呢，在现实碰到我，见面加文哥加文呢，啊，我感觉是这样的，我不懂为什么。
今天下午我正出门，有人正喊加盟哥，我骗你出门被车撞死了。如果今天没有人喊我加盟哥，我出门被车撞，必被车撞。我说了，今天有人喊，喊就喊。呜、哦，彩头尿，不、哦、彩头尿尿出去，没事。呜、哦，小丑小丑，我可没时间胡闹。急了，不急了。兄弟他妈，你来支援就支援，他妈来吃线，恶心人是吧？你可以来帮我，但是你不要吃线，你来吃线我你也不来。试试我吧。如果你来吃线，你宁愿不来，我不要你来，我自己打。麻烦不断。送锤都行，不要送龙王，我不想看到我最新的也在拿多。强啊，文哥！为什么这么强啊，文哥？我现在打的分段排的五个钻一，大家觉得高就打个高，觉得分段低打个低。我看看大家的理解。呜、哦，他妈你能 Q 上我？觉得高这个分段高，打个高，低的打个低。我觉得刚好，这分段不低啊，赚一局。我觉得分段挺高的。回村回村，村回村回，回到村里面去。十五分钟之前出完两件套，那就很屌啊！他妈来中路恶心我，吃我现在这野仔。下路线推过去，来中路吸我的血，等下他妈老子不打团，那你看看我的，看看你的，搞我难受的下场。刷也刷也刷也，中分段你吃也打也不会讲你的，如果他看得出来你比较强，他是不会讲你的，都是讲赢的，更加不会挂机，除非翡翠局那种的，这种段一局不会讲你，你玩的强你刷野他不讲你。兄弟，让我像个小丑样是吧？让我像个小丑样是吧？我真的是最强的一个，那我怎么办？我不给他杀我拿，我把他键盘砸了，是把电脑砸了，我不给他杀是吗？那他妈我怎么拦得住我队友杀？这样子确实显得我像小丑，但是我真的不菜，我是我们这边最强的一个，但是我始终是我们这边最强的一个。那他妈不给他杀是吧？哦，死得好啊，一点。我
用你瞎，用你瞎在旁边打，给我来操作。只能我一个人操作，我不打八号的情况下，我不打八号的情况下，只能我一个人操作，大家不要操作，给我来操作，我是最强那一个。把头埋低，在我不管八号的情况下，任何人不要操作，我这波出来直接操作，在旁边来打，他妈我不打八号情况下，他妈的玩钻石局，他妈操作来打。今晚十二点后打大号啊！今晚十二点后打大号，净胜不了五把，明天继续戴绿帽子。准备抬头了没？呜、哦，抬头兄弟，亮子抬头，给我吗？他妈 A 一下行吗？他妈给我老子瞄着他！这个赛季什么时候结束啊？有没有懂的？我肯定要上王者。这赛季几时结束啊？哇、哦，彩头，彩头呢？给我吗？他妈玩你吗？好畜生啊！下把排去对面那一滴，他妈不要跟我一边啊！他妈在一边还打了，下把去对面。那他妈我想操作，怎么操作？他妈的，老子能操作的。那一滴去对面，他这把真的要输，你信不信？如果他去对面，这把他一定会输的。我不能操作是吗？呜、哦，交交，哦，操作，哦，十八，呜、哦，交八十吧，怎么这野仔跑那么快啊？会不会我会不会救他？我他妈死不了，我会不会救他？我们一起走了呢？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我救他，我们一起走啊？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呢、啊？我他妈把他卖了，我救他的话，我们两个一个都不会死。刚开始我以为大家逗我的，我看到直播间有那个，我也看到有丝袜是什么鬼啊？我最开始以为大家逗我的，说直播间有黑丝的，我他妈自己也看到什么都没开，我也没点，那有那丝袜出来啊？原来我还不信呢，最开始我还不相信呢，现在我才看到，原来直播间有那个丝袜出来啊！最开始我都不懂的，我不懂的。现在才看到。把头埋低。准备抬头。准备抬头。我的单机也不差啊，我的单机好歹是7-2，被芒果鱼带上王者，当时不是只能单排吗？做让别人带上王者是吧？当时不是只能双排吗？芒果鱼谁？我不记得了，我只知道我自己上的王者。
别的我不懂，我只知道我自己上的王者。速度速度速度！我他妈怎么混？我问你，我他妈怎么混？为什么承认我强这么难？我对线是打不过吗？我他妈对线单杀，我不可能对我。